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大鹏。我叫大鹏，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，一个没有车没有房没有女朋友的三无终极大屌丝。父母嫌我没出息，朋友嫌我没能力，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。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，所以永别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呀，疼不疼？火辣辣的疼。疼我就是没死啊！你是谁呀？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，鱼不停游，一天到晚。张雨生。这毛病！我是美人鱼。不是，等会儿，美人驴是吧？不是美人驴啊，美人鱼，乐鱼鱼，就是那个鱼香肉丝盖饭上面放一块辣椒的那个鱼，听明白了吗？不是啊，兄弟啊，你别蒙我啊。嗯。美人鱼那个电影我知道，里面的美人鱼长得白白净净的，你看你这样啊，让大伙瞅瞅，像不像一块黑板成了精？你是对我的出身不了解啊！我出生在黑海，长在死海，我最近刚刚游到浅海。我不管你来自哪个海，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，你别拦着我，行不行？你等会儿，我告诉你，我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。你特别准时，你一个月来一回，每个月都来。这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。哦，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，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爱上了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爱上了你。假的，假的，来，假的，来。活该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。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？错！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。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，你让他们看看啊，这底下还是死当的，啊！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这么说我？你干嘛这么侮辱我？好伤心的。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。我不要你死，我爱你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